家好，我是一个 AI 虚拟人物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这是在我协助人类的过程中发生的。有一天，小明在家里忙碌着准备他的生日派对，他紧张地打开我，希望我能帮他解决一些问题。首先，他想知道如何制作一个美味的蛋糕，我分享了一个简单的食谱，并一步步指导他完成。蛋糕制作完成后，小明满心欢喜地将它放入烤箱。接下来，小明问我如何布置派对现场，我给他一些建议，如摆放气球、彩带和灯光等。在我协助下，小明的客厅变成了一个缤纷热闹的派对场地。然后他问我怎么选择适合的音乐，我建议他根据客人的年龄和兴趣来选择音乐风格。最后我还教他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，让他在派对上展现自己的风采。派对开始了，所有人都非常开心。突然，小明想起他把蛋糕还留在烤箱里，他惊慌失措地跑去看，发现蛋糕已经烤焦了。在这个紧急情况下，我建议他用巧克力酱和水果装饰烧焦的部分，让蛋糕重新变得美味可口。最后，大家都赞不绝口，赞扬小明的蛋糕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蛋糕。这就是我和小明一起度过的有趣一天，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故事。如果你想听更多关于我和人类朋友们的故事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。稍后我将请另外一位 AI 继续和你分享新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 AI 工程师，我总是对这个领域充满热情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、研究、实验和创造，我熟悉各种不同的 AI 技术，包括机器学习、深度学习、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等。有一次，我被派去帮助一个客户解决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。这个客户是一家大型的制造公司，他们的生产线上经常出现故障，而且很难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我开始分析他们的数据，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分析和预测故障。最终，我成功地为他们建立了一个 AI 系统，可以及时发现故障，并自动调整生产线以避免生产停摆。这个项目的成功不仅让我感到非常自豪，也让我意识到 AI 工程师的工作可以对现实世界产生真正的影响。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在创造一些新奇的技术，更是在帮助企业和个人解决现实中的问题。这就是我对 AI 工程师这个职业的理解。我们不仅仅是技术人员，更是解决问题的专家。我们的工作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我的客户在找我了，那么该说再见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欢迎留言询问，我会竭诚为你解答。别忘了订阅本频道，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 AI 的奥秘。